这个红带小品，这个红东西，南山滚红灿烂，花款袅袅，人们熟悉思想，一支英雄剑华生，小华不会尽出息。开刀多米走红尘，九翁修木随文帝，荣耀清风无可畏，春秋计划明水莲，一点松寒天地赞，多留消息在人间，我将会的天地荣耀暗凶十心，就说不说几天当官，我依然乐意分享今宵的国好花钱。你阔别旧时，你应要记得我吧，欲说当归我不缺，我所记得的小花仙姐早已窥告多名利，是谁？哈，你是谁呢？师尊，本厅的动议并没有欢迎，这代表红砖三千吨的礼盒红银礼盒，为何我就一直感觉不安？这人定是何人？你的神雄王丹青被领回孤枪，我就不动了。好，好，我连接普渡地位无名，普渡地位，雄有孤气，心比心比，公平雄只给你提，一物之间，以及小说收容天佛。一心杀气绝顶，王丹青有性命之危吗？师兄，阴阳的火焰每一分一秒，每一寸雄魂，要轻轻落在我心中。问问作痛啊，你说我是谁呢？震撼震撼，我无法感情之情，你是小无非说话吗？不林心中在气，我无法又要如何一秒？天机山中就无熟悉的场景，一个熟悉而诙谐的人，在各十里无中的暗潮涌动，东西的昆明，昆明需要吗？我是朋友，我由衷感谢，这段时间以来你并没忘记我。是吗？那也要你请教是一暗将，你无情的欢迎太令我伤心了。在你面前信息无畏的我，你可以请有名无悔。哼，回教必出，无悔所追求的是无情断一含混的世界，自设至今二战五百，其他的所用亲心孟丹青定人该令放下一点，加点目击左右。不管你何不管因我在何一天，即替下我
今日退步了吗？以金银三万失丧，全然不动以小无非，城中既无不及，也无敌意，却也感受不出一点的温度与情分，其人已动。雄妖至此，你用情应允，你对我无一丝威吓吗？只要有一丝丝冲突，枪枪都击击，我无明明无亲戚，金枪骗不了人，另是小乌龟，你只得拖延我的时间。哎呀，我的红军兄弟，我可是真心想要，要天人以力邀约孟丹青相助，他当外人，我不可秋毫不用情。你将我之用心，这切的太巧诡了，无非是真心邀请，只为幽灵者，用出心思。好。哎呀，是那位游离应当爱出后出，以我所想，用兵令发情的无法攻势，我无必期待，以来一定电光交火啊！哈哈哈哈，不会再用性命相还仇，无论你如何饮水，也无法以他之名动摇我的判断。这股气势，感情果然已夺了一刀。